据英国权威媒体《泰晤士报》的消息，前天津权健主帅保罗索萨可能将执教英超球队南安普顿，他在现场观看了球队的表现。索萨本赛季接过天津权健的教鞭，率领球队打进亚冠八强，但是权健在联赛中成绩下滑严重，索萨也在十月初正式辞职。在南安普顿2-3不敌富勒姆的比赛现场，保罗索萨出现在了看台上。根据报道，保罗索萨已经和南安普顿俱乐部方面进行了会谈，才有可能接替马克修斯的教鞭，成为球队的新帅。目前南安普顿在英超13轮过后只获胜一场，保级形势不容乐观，主教练马克修斯也极有可能下课。如果圣徒面对曼联再输球，马克修斯或许会被解雇。保罗索萨对英超很熟悉，他曾经执教过女王公园巡游者、斯旺西、莱斯特城，虽然在中国执教的经历并不成功，但是索萨在欧洲依旧享有较高的声誉。